这啥？那雪山不好看的。不好看，我。你看那上面红彤彤的，走，这都好看。要打过的。打好你的清扬。哎，真的。杰西儿一早起来吃饭，然后，可都可来看这个雪城了。跑了是两个多小时，走了一段那个高速路，然后走了一段那个蜿蜒崎岖的小路。现在来到这个雪城的种植范围内了啊，水蜜桃。然后因为它这个地质形成了这个种出来这个雪城的，和其他的橙子不一样，别具一格，包括它的口感。这样，那你包。哎，你看它这个皮，上面会带一些红斑。啥红斑？你肯定说啊。你看，再看里面的这个颜色。你爸爸，我一天吃的最好吃。你昨天走了这一段都是咸的了。嫩的果儿多。你看它的皮非常薄，里面的血丝都已经出来了，有的比这个多，有的比这个少，它是根据它的天气还有那个日照时间形成的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这些果子还是比较甜的。它口感和其他橙子口感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它入口是酸甜，它两个分开的，没有咬在一起。然后它的果肉呢是非常滑嫩的，不化渣，那化渣，化渣，有一股独特的香味儿，就是你把它切开以后，淡淡的香味都已经出来了。你吃到嘴里的话，它那个香味会更浓郁一些。像根茎一样，这个雪城的外观，和其他橙子外观是不一样了。你看，它外观是会有一块一块的红色，照阳光的这面红色深度是比较深，然后没有照到阳光了会有一块一块的黄斑，就是颜色比较浅。你看我刚才摘那个，打开以后它个血丝，它虽说都是血橙，但是里面的血丝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你打开每一个，它都会有每一个那个形状，每一个颜色，它是不相同的啊。你看，看多好看，红彤彤的，压过那枝头就像小红灯笼一样，特别喜庆，正好适合咱这个正月十五的那个景象啊。看，而且你来到这树底下的话，它那一股淡淡的橙子香味都已经飘出来了，它就属于它那一种独特的香味。刚才看那个院甜度不够，然后再用来到这个院里，把切了一下，它的血丝，比那个要多一些，口感比那个高一些。然后这个测了糖是16个，一个甜20多度，几个甜10来度，反差这么大，穿个袄多了手还疼嘞。不大。但是，血红比较大。不对，一般就是他那该当该。前面白的不好看。白的不好看。它整个颜色，出的那个水都是红色的。不。看哇，17个，17.7。你尝一下，好甜。甜腻的那种。你那个你了解他吗？清水鸡儿的。它颜色都是红的，是不是里面含的那花青素？人间美味啊！这两天，你看这里头是小船倒了，它坏了以后，你看像玫瑰花的颜色。你拿来咋办？你看这个才好看的，看雪橙，它虽说都在一棵树上长出来，但是你给它摘下一个，不是切开了，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，看见吗？就这个。